王太安装咗净水王已经一段嘅日子啦，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佢用咗之后嘅感受啊！洗面如果我冇安呢个净水王咧，我一定要去攞嗰啲钻石玲珑水啊，嗰一摆水佢就唔会敏感。如果冇咧，就系会敏感。而家唔使啦，直接用呢个水咁样洗开就 OK 咗。